耳朵不说谎，声音有力量。企鹅 FM 的耳朵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韦里安。这是我在企鹅 FM 的独家音乐电台韦里安电台，在这里我做主播，分享我的音乐给你们听哦。换了件衣服和牛仔裤手链，第七次站在镜子。韦里安是什么星座？双鱼座。最喜欢的颜色？应该是蓝色吧。最想合作的女歌手？好多，拉拉跟 Jolin 都蛮想合作的。对于喜欢女生的昵称？对于喜欢的女生的昵称，这个要怎么？我不太懂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喜欢的女生，我要怎么称呼她吗？那这就是一个秘密了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今天你最想干什么？我应该会想要跟家人一起度过吧，就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度过。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歌？我觉得我自己在就写的最好的应该是一首歌叫《沉船》，在我第三张专辑。让我们不要再猜彼此想说什么，让我唱了一。我的爱情观呢？我的爱情观还蛮简单的。我觉得爱情需要经营嘛，那经营的最根本之道就是沟通，就是这两个人有没有办法沟通。有时候不一定是语言的，可能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，有时候是别的东西，那种默契，表示这两个人心灵有连结。其他的都是附加价值，比如说长得帅啊，长得漂亮这些的。那最重要的还是沟通吧。Yes, yes, yes, no, it's no, I don't know anymore. 为什么你选择了我？想不通，猜不通，想太多，没有用。让我坠入无底无终，要我看清你。你看了我的缺口，让我们不要再猜彼此想说什么，让我尝了一点甜头，却又把我留在没有人的荒岛中，让我摸不着头。只有求救，只有求救，只有求救。什么我们要彼此折磨，还是说只有我在折磨我？